岁月无情啊，当年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位乐手，你这个哆还在，来咪发嗦都已经走了，这里呀就剩下我们俩这拉西喽。就咱俩这音符放一块儿，听着都别扭。听着别扭，他好赖还在呀。是。可是，在有啥用啊？老西呀，啊，你还能赶上当年不？赶上啥呀？头发也快掉没了，眼神也发凝了。这个胳膊腿也不能动了，腰眼也不活了，整天对着药瓶子。拼命啊！你比我强啊！我现在是四肢全懈怠，肌肉成当串，浑身上下唯一一个坚挺的部位，就剩脑袋了。照你俩这意思，咱绽放乐队就拉倒了呗。大哥呀，你看你今天安排这排练的地方，那还是当年的大剧场吗？这就是社区老年活动站。你看那乐器。还是当年的锃明瓦亮吧，我那小号塞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今儿早上找个大萝卜给塞里头了。你再看看咱排练的时候，那还有那么多粉丝围观吗？哎，嗯，别说，今儿还真来个大妹子啊，她过来说，你们什么时候排练完事儿啊？我好收凳子去。哎，大哥。咱们乐队的名字叫绽放，绽放，绽放。我看呐，先放放吧。那你们说，咱放下了，咱能干点啥？喝水吃药呗，打呼噜睡觉。天天睡觉啊？我一天24小时，我都睡不够。一天24小时，你连轴睡觉，这好像。是人死了以后的状态，基本差不多，整天昏睡不分早晚，俩眼一闭，直到永远。那你说，咱活着的时候把死了以后的活给干了，那咱死了以后去干啥呀？找个单位打经呗。你这是闹鬼。我说大哥啊，你这人呐，就这点不好，总不服老，怎么总跟那个自然规律去抗对抗呢？你说那自然规律，我比你明白。那你说说。零岁出场，嗯，十岁成长，二十彷徨，三十定向，四十闯荡，五十回望，六十还乡，七十搓麻将，八十晒太阳，九十躺床上，100。挂墙上，你们不觉得咱这样过一辈子，他活得窝囊，死都冤枉啊？不都这个规律吗？要我说，这个规律都多余走。哎，为啥呀？因为人大一出生，就是被判了死刑来的，人生的尽头就是个死。你见过老也不死的人呐？见过。谁？他老伴给他叫老不死的。人生在世，来是偶然，走是必然，咱不能活个不知所以然。哎呀妈，这嗑唠的老有深度了。哎，慢点，老哥俩，我问你们，咱当初组建这个绽放乐队的时候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用我们的才艺激发人们生活的勇气和动力，为咱委婉的生活乐章增加一个新的音符啊！就是因为这个目标，把咱们七个人绑在一起，拼搏过，奋斗过，可到了这个时候，咱们自己都对生活失去了动力和勇气，一天到晚傻吃蔫睡，混吃等死。你们不觉得咱白来这世界上一趟吗？咱还对得起这几张空椅子上坐过的弟兄吗？
那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贝多芬死了，但是他的音乐却留在了世界上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咱也得珍惜活着的每一分钟，有体温就得发热量，有心跳就得泵能量，有生命就得有希望。老哥，你是说咱们的乐队还能奏出新的乐章？你是说咱们的乐队还能再创辉煌？能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酒酣胸胆尚开张，鬓未霜又何妨，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射天狼。哎呀！